哎，林青兄，你看这银辉堡景色如何？与中原迥异，很有趣。原来你还有觉得有趣之物。虽然有趣，却还不足以令人驻足。是否有趣，不都是看人？ 那人名为墨怀，少年时曾因故流落山林，被虎妖诱拐。之后虎妖厌倦了玩偶游戏，意图将他除去，正好被我遇见。你一时兴起救了他，后来也心生厌倦，将他弃之荒野。我可是平安送他下山了。你时常照顾秀儿，陪他玩耍，秀儿近来同你越发亲近。 我也乐见其成。不过，贤青兄，人心不是玩具，你早已告诫过我。我也早告知过你，妖类性情淡漠，随心所欲。师叔，你是妖怪？正是。师父。 何必说那些话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少爷，您来了。哦、是啊。贤青兄，我忽然想通了一件事。何事？你我相识多年。 你从不曾主动对我提及往事，为何方才故意在秀儿面前告知我那人来历？未免以后麻烦。怕自己麻烦，还是怕秀儿麻烦？贤青兄，你如此作答，已是离麻烦不远了。<笑>妖魔一生很漫长。 长到足以令你们心生厌倦，诸事无味。如果能重新发现有所未之事，不也很有趣？有朝一日，有幸遇见割舍不下之人，那你更可竭尽所能，设法永随其左右。无尽的时光，也是无尽的机会。割舍不下之人。